亲家，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搂他呀。不是，我是说你当时肯定是这么干的。我能那么干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我就只好在这忍着，我忍着。一抬头一看，我忍不住了。为什么？满车厢的人，人手一个手机对着我。你说这要是哪个人吃饱了撑的拍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让我老伴儿看见，我下半辈子浑身是嘴我都解释不清啊。大爷，哪有吃饱了撑的这个？哎，亲家，你说有这种人没？可能有这种吃饱撑着没事干的人，闲着干啥不好？干嘛拍这玩意儿，对不对？啊，对了，你怕拍，那你就起来呀。我起来，我没跟你说吗？我就坐在这个座啊，这旁边就是那个铁栏杆。我要一起来，那大娘脑袋咣，那就得出大事儿。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姑娘过来了。我说：“姑娘，你坐这儿吧。”哎，大爷，您坐吧。哎呀，你坐吧。大爷，我坐着您站着不合适。哎呀，我求求你就把你这个肩膀借这个大娘靠一下啊。大爷，咋的？你还非得我跪下求你啊？大爷，就咱们这个场景啊，被某些人给偷拍了。谁这么吃饱了撑的？哎，钱叔啊，跟您说这事儿一样，但是动作全对，内容全错呀。我就说误会吧。哦，那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那个，我当时离他们距离有四五米远，我光看着动作和口型了，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个都是在做好事儿。哎，对呀，姑娘，看来叔叔是误会你了，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哎呦，叔叔，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把手机那视频删了就行了。啊，这可不能删。万一别人也拍视频了发网上去，我可以拿这个视频给你证明。你以为别人也像你这么吃饱了撑的呢？谁吃饱了撑的？咱就说话。叔，叫什么呢？来，叔，您看现在这误会也解开了，那小杨您这关是不是就过了？啥叫过了？打这孩子一进门，我就觉得这孩子淳朴可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我就想啊，这孩子要是我亲闺女该有多好啊。嗨，可惜我没那命啊。哎呀，没事。那什么，哎，孩子，叔想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啊。您说。你说你长成这样啊，他长成那样。叔您哪头的？不是，那考验考验。啊，对。你说你看上他什么了？我看上超胖胖的。现在的女孩都喜欢瘦瘦的，她跟别人女孩不一样，喜欢胖胖的。为什么？对呀，那男孩子胖胖的多可爱呀，而且笑起来还萌萌的。超，给叔笑一个。超，你每次一笑，我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他那一笑，我怎么感觉那么可怕呢？那什么，亲家，你呢？我没敢看啊。不是，孩子。小超那眼神也特别不好啊。我就喜欢眼神不好的呀。啊，我们俩上街我都不让他戴眼镜，满大街的美女他全看不见，他只能看见我一个人。这超啊，叔问你，你眼睛多少度？600。超，咱们再努力努力，争取凑个整，长到1000度。好呀，那更啥也看不见了。就是，谁说看不见呢？来，超，咱们给他们证明一下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抱一个。这眼神我也是醉了。来，赶紧快点，带着。呀，我，钱叔，您没事老抱我干啥？您这，钱叔啊，跟您说句实话吧。其实啊，我最喜欢超的就是他善良朴实心眼好，不良习惯特别少。孩子，你这算说到点上了。哎，超啊，说告诉钱叔，你喜欢他什么？漂亮大方，心地善良，关键是孝顺。他孝顺起我妈来，我看着都嫉妒啊。亲家，你听见没有？将来对你这个爹也错不了。而且呀，他多才多艺，
唱歌特别的好听，他的歌声绝对是声音清脆，绕梁三日，贼好听啊！有点过分了，唱的有那么好吗？杨，给叔叔大爷们唱一个。行，那我就给叔叔大爷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吧。大爷给你鼓掌。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面藏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不是让我独喝你酿你的歌。好，好不好？哎，唱得太好了！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啊！这是，亲家，哎，赶紧走吧。干啥去？你不想多活几年吗？哎呀，哎呀，我这。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声。那你说叔叔喜不喜欢听啊？问问他们。人呢？啊，我前叔人心特别细，估计去花店买花要给你献花。走，上花店。干啥？再给他们唱五遍。对，不听完谁也别想走。